打电话来。陈小姐。应该是黄小姐。电话是。好。这个朱先生好。对。等一下。一二三的花姐。二三等一下，然后。没钱了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你们有两周的。二三四五。开到哪了？出口啊，去越南啊，去一堆啊，泰国啊。